非常高兴再次跟何锦众议员见面，欢迎您来到总统府。我要感谢众议员特别在国会开议前来台访问，我在这里也表达由衷的欢迎。去年底关于日本无限食品进口的公投案结果出来之后，我相信包括何锦众议员在内，日本各界都很关心台湾会怎么样面对日本食品的问题。我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何锦众议员，我们会秉持 WTO 的精神，持续跟日本政府保持沟通，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单一的议题不会影响到台日关系的全面性的发展。为了要精进双方的合作关系，我也诚恳地希望日方朋友能够继续给我们协助，支持台湾加入 CPTPP。那么日本是 CPTPP 最关键的经济体之一，那么日本政府的支持对台湾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那么日本各界一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场合不断地为台湾发声，就在后天1月19号 CPTPP 生效后的首次部长级的会议就要在东京召开了。目前台湾政府已经多次表达参与 CPTPP 的意愿，尤其是能够争取参加第二轮的谈判。再一次欢迎何锦众议员的来访，谢谢。